然后呢，自费嘛，然后大家交1100块钱啊，这个羊大家就可以吃了。对，自费的，哈哈，但是其他的项目加起来呢，我们说是这样的。他这个羊呢，整体开完了之后要分成两桌，分成两桌上，一桌大概上的哈，啊，对，一桌一半，那肯定够吃，相信我，肯定是够吃的，我们18位吃一只全羊，我保证你最后还得打包，肯定吃不完。我之前团队20个人，最后羊肉剩了这么大一盘子，跟我说小刘，要不咱们带走吧？我说咱们没有时间去热，咋样，各位有啥样的意见？没意见我收钱了啊。那想要参加1000块钱的呢？我们有1000块钱的一个套票，啊，是什么样？就是刚才是说的这个沙漠上仙沙岛，那没有鄂尔多斯婚礼，没有小火车，啊，没有沙雕，啊，1000块钱的话没有这些，1000我包不了。旅行社这边已经，我问过了，刚才在这边打电话问的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刚才问了一下，然后说如果要说大家想要参加1000块钱的，可以，那就是说把这个鄂尔多斯婚礼刨掉，然后这个东西啊。婚礼要不用那个危险的那个滑索呀，它是属于景区的赠送项目，不是说那个啥的啊。滑索我们不做吗？危险的吗？那个滑索。沙漠里面的票啊，重新跟您说一下，沙漠里面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属于一个大通票，门口买一张通票我们进去的，跟就是说拆开项目玩那个没关系，因为它景区定的就这么整个一个通票，你拿着这个票之后你进里面就不需要再检票了，它也不是说我到每一项我需要每一项检一下票，它是一个通票的啊，它是一个通票啊。滑索的话，刚才跟各位说了，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景区的一个赠送项目啊。我不是说那个啥，杂技表演，不是说您不看，它是这个里边全部包含在内的，不是说您不看我就不收钱了。它景区里面的定价就是这样的，工商定价定好的价格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明天玩什么？如果说1000块钱的话，跟您解释一下玩什么啊？那首先我们坐冲浪车进去之后玩仙沙岛里面的项目，我们说的这个滑索、冲浪车、摩托车啊、越野车，还有呢这个轨道自行车、秋千、杂技表演，然后呢还有这个骑骆驼。那个减的100块钱是什么？减这1000块钱，减的100块钱是什么？是吧？就是月沙岛上面的项目，啊，那这个月沙岛上面的项目是什么呢？鄂尔多斯。是在套票里面的吗？对，在套票里面的。是一样吗？它是分成两个岛的套票和一个岛的套票啊，买的话是分开的。不去那个一个岛的话，就是1000块钱，没有鄂尔多斯婚礼。啊，没有一个小火车，那个不包含的，啊。那这个东西你们自己考虑吧，啊，我已经这个尽力了，我的公司这边我也打过电话了。如果大家说你们考虑一下，说不去的话，算了。不是说我说的啊，是两个沙漠套票两种。第一种仙沙岛加月沙岛两个岛380块钱啊，那第二种方案沙漠上就仙沙岛一个岛是300块钱啊，一个300一个380的，那这380就是说你可以两个岛通玩啊，如果说300的话只能玩一个仙沙岛啊，是这样的一个项目。如果说大家说交1000块钱，那只能就是玩一个仙沙岛；如果说交1100块钱的话，那就是交就是玩这个婚礼啊这些东西了啊。对，是你组合起来多80块钱，但是景区这边它不是说拆开以后多这80块钱，不是说我跟你们收的这个钱啊，是属于景区里面，它就是说组合好的，然后呢它一个300一个380啊，是这样。你们考虑一下，看看是1000的还是1100的。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来一趟也不差这100块钱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啊，我们呢也让大家玩得开心一点，我们再耽误时间的话，这个全羊真的就熟不了了啊。我们各位考虑一下。